你要煮什么东西啊？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你要回家了、喔？这里有什么是别人好玩的地方？这里就很好玩啦、啊。妈妈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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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菜、水果、饮料、汉堡。今天不一样，还是你面前拿餐万圣节大餐吗？吃万圣节面包。嗯。这个红萝卜什么？番茄酱、辣椒酱、英国芹酱、盐酱。你们下午有什么事吗？下午没事啊。去看天母搞什么鬼吗？我从来没有机会来。在哪里？在天母。天母。它这个活动办得很大，每年那个全台湾的外国人都会往那边去，要呢。